就是一个小孩，就是哥哥抱妹妹的时候，都是这样的，然后那妹妹就是啊这样的。哎，你都三十多岁了，你哥走吗？不是，你这么夹就特别的，不是这么夹的行，但是这多难受。前头在前面，我就扛着多靠谱啊！就我说走你就不走，我说走，我说走。扛着你就是变成杨少雪了。靠！来，两位先休息。单手直接把李沁托举起来了，还直接举过头顶，这个男友力绝绝子啊，弟弟也太惊人了吧。面对疾风吧！